十万有你，二十万也不是问题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新闻。AI 相关个股持续扮演着台股的领头羊，随着 ODM 股价垫高 ，ABF 以及铜箔基板 CCL 接连上攻。高盛证券最看好的是新兴与台药，近日双双上调目标价至245元以及160元，居市场最高。CCL 族群双雄打出风头，高盛证券看好台药与台光电后市，并将台药纳入亚太区首选买进名单当中。外资预估台药2024年获利大爆发，每股税后纯益将大增 211%， 来到 9.48 元。ABF 族群比起 CCL 双雄的股价大爆发，最近才稍微发动。高盛指出， ABF 载板受惠于 AI 高效能运算对高阶载板的需求，将启动新一轮的产业上行循环。指标股中又以新兴最为受惠。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了帮我点个赞。那客新闻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